打王者遇见老师是什么感受？兄弟们，你们要等后续，他终于拖家带口的来了。啊，Hello， 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喵呀，这个弟弟是我打游戏认识的，然后她是我前几天认识的女孩子。弟弟几岁啦？16了。那么小啊？你可别小看她，可皮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别损我形象啊！姐姐，你玩什么？我帮你抢。不用不用，你先选。那我玩法师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你不帮我抢吗？你是哪个？不认识。哼。哇，厉害呀。还好还好，是挺厉害的。我第一次跟你认识的时候，你玩的就是黄忠。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认识很多年一样。那你们认识多久？嗯，我吗？对啊，我是幼师教小朋友。这样啊，你们都是老师，好般配哦。没有啦，才刚认识没多久。没事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要是合适就嫁了吧。别乱说话，人家都还没同意呢。好吧，那是真结婚了，记得请我喝喜酒，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小孩子瞎凑热闹。弟弟真的好可爱啊。看见没，某位老师，学着点温柔姐姐说话。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？这几天生病了吗？是啊，生病了。感冒了？相思病。你们什么时候见家长啊？又没有把你的嘴缝起来，怎么这么八卦？哼，车跑好快。我先不玩了，你们玩吧，我头痛。那你先去休息，下次再来。好啦，先不打扰你们恋爱了，我下了，拜拜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到点了，我要开始网易了。